的五四，我说了要干啥？看着我给你弄爆了，你就知道它的威力多大了。要不你说了的话，与我共唱一曲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吗？你们想一想，还得摇这个，你先摇。Round one， 就转这个就可以。对，就是随便往里扎来的。啊，就拿那个锤子砸。啊、哦。没有。Round two. 一个一个啊！我没有两只手咋办？这是个体育活，真的是。我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啄木鸟。把这两个啄应该没问题。一会儿一拿个气球，你就漏气儿了，就剩这么点劲儿了。这个，你说这个，如果这要爆，我就和袁老师唱一首《花香》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俩一个气球在这儿，一个气球对，就扎旁边这个，对，就还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俩就全扎满了，也没爆，怎么办？这个哎，这怎么砸？干嘛呢？来来来，哎，但是没爆，但没爆。你别砸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有些别的。不是，你看它都固定住了。没有。我就要爆了，对呀。我给你摁住了啊。这个里面炸呀，一个一个在这儿，所以比谁先炸是吗？那我就是比谁先炸谁赢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谁先炸谁赢。今天游戏那个小凯赢了吧？输了，你输了，我输。那你没有想要的？我没有什么想要的。你只要要玩其他游戏赢了，不敢要。混口饭吃，大家都不容易。